下半身的引擎呢，好，我们就可以记起来，就是屁股。所以为什么屁股有一个外号叫马达？对，电动马达，它是有道理的。当你马达越有力，下半身的排水效果就更好。所以当你的臀部肌力是足的时候呢，今天要教大家的是一个。我们刚刚讲蜜大腿是缺乏下肢运动嘛？哦，所以今天有一些简单的动作可以教给大家。今天只有两个动作。好哦。对，所以如果你是没有时间运动，然后长期因为你的没有时间运动，所以你的核心肌力不好，你很容易一运动就肿胀的人，今天也可以直接帮你消灭这个问题。哎呦。第三个是呢，今天的只有两个运动，一个运动都可以帮你对付到身体至少两个以上的困扰。哇塞！好，那我们就请 Kimiko 老师。那你有哪几个动作适合夏天赶快展现身材前赶快恶补一下呢 ？Kimiko 老师，对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叫做 Kimi Ba 美型运动，然后有两个重点，所以大家要把它念成口诀背起来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动作要保持打直，动作要保持打直。对，然后第二个呢是辅具要有，好，辅具要有。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是坐着做，很轻松。好，把两只脚打开，对，呈现一个欢迎光临的姿势。什么？我要开麦克风，就是欢迎光临啊。OK。然后两只手呢，十指交扣，往上伸直。还没发现手打直，好，然后身体往前，哦哦哦，柔软度，柔软度，好，然后往上回，好，动作全程你的手都不可以离开耳朵，好，慢慢的往前下，好，往上回，拿起你的辅具，脚跟对凹槽最上方，小腿肚那里，对，刚好放进一个凹槽，然后脚尖45度外八，保持脚跟跟地板垂直。好，然后两只手打直，笑脸朝前，所以看到前面一个笑脸。好，好，那这时候还有一个最有效的地方在于要配上速度，所以我们有一首音乐，两分钟做完就没事了。好了，音乐直接下，谢谢。好，来手打直哦。好，夹屁股速度准备好了，开始。好，往前下，速度慢，跟着节奏。好，用力伸直手哦。慢慢回，手全程都不可以离开耳朵。手在打 ，and 下手打直哦。好，有没有看到我的大腿内侧有两个凹槽出现了？这就是你的大腿前侧不会过度使力的证明哦。再往上，再往上，再往上哦 ，and 下，旋旋手再打直一点哦。保持笑容哦，两位。安乐笑，快要笑不出来了，他们两个。对，下次可以叫老公做做看。好，再往上，再伸直，安乐笑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！一分钟够了吗？男生打，那么像家属打理啊。安乐笑，对，好，也可以跟着我一起说，伊拉笑伊玛塞，好来预备核心，好跟我说，伊拉笑伊玛塞。我继续往上，然后再回，有没有发现你没有办法乱动，你只能动到该动的地方。肩胛骨有没有很酸的感觉？哎，没有人要跟我对话。好，往上回，好，侧腰有没有被竖进去的感觉？感觉腰有。对，手再往上伸直一点哦。感觉也练得到。然后下。说欢迎光临，我会抖了。好，慢慢回，有没有发现心跳有没有加快的感觉？老师做这个动作就应该要觉得哪里酸才正常。好，应该是腋下、肩胛骨，还有你的两侧腰、腹部，还有背部，全身感觉都变。全身整个上肢都很酸，侧面看心平，全身都在抖。再往上，左右晃晃晃，心平手要伸直哦。再往上，结束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麻掉了，现在是8分钟，有没有心跳加速微喘的感觉？有，像看到周杰伦一样，对，全身发冷，然后你的手臂内侧、还有腋下、跟肩胛骨、侧腰、跟你的后背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肩胛骨会联动到的肌肉，通通都被热起来的感觉。OK， 两位觉得如何？老师，我会发抖，正常吗？
来，这就是我们刚刚说要打藏，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希望大家，如果以没有运动习惯的人，我们希望你们做的是等长收缩的运动，就是刚刚的运动方式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比较不会铁到没办法隔天不能做别的事，然后你是抖。然后做完是一种全身发软的感觉，真的，我现在发软又发抖。他们大概可能站不起来哦，可以吗？你们还站得起来吗？热的，还可以吗？这样回去，不是这样用的，对，也是可以这样使用。而且志军不是也想试吗？我要跟申达一起。对啊，志军也是，你做就可以，为什么拉我一起？因为我是金童玉女啊，遇到你了。而且你们两个要面对面。开始会欢迎光临，对，好，我们一样，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辅助工具，谢谢。对，你很想夹，对不对？好，一开始的时候预备动作也是双脚打开，我们现在呢都会用到屁股比腿多，所以好，两只脚外八，然后双手扶膝盖，对，然后脚尖45度外八，好。申达，你裤子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为了这个节目，轻量。哎，你们不是要面对面吗？我们先看老师的动作。好，那你们可以侧面好不好？两个面对面。好像要笑死了。等一下会有抬腿吗？可能会有哦。好，两位脚打开，然后膝盖微弯，然后轻撑住大腿的一半的位置。好，往上拱，夹屁股。哇，申达这个好不舒服哦。夹屁股的意思是？大家可以看，他们两个就是传说中的不知道自己屁股在哪里的人。对，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夹屁股的位置呢，是往内夹进来。哦。所以往外用的是腿前侧，往内夹用的是屁股下缘跟大腿内侧。好了，停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双手呈现扫气的姿势，然后夹住你的手臂往内夹进来。哦，这个老师，这我们以前在那个学校走廊很常看到学生被扯，对，而且是就是他罪行重大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慢慢的，好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先做，以后一定不会再犯。好，目的地是哪里？好，就在这里。全程都会保持这个姿势哦，但对，但因为两位现在的动作，有没有发现他用到腰太多，跟腿，对，他就是硬邦邦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请你们回来一样，我帮你们上一个辅助工具，好，用一个辅助工具把自己的腿固定好，好你们两个先一样，然后脚跟之间的距离就跟那个辅助工具一样等宽，对，然后小腿不能用力卡住它，拿起你的脖夹。好，放在后面，这样脖子就很舒服，有一个缓冲。有哎，往后仰，脖子就不会过度用力。到底有什么障碍啊？看起来很舒服。然后什么是？脖子舒服，但是全身不舒服，正常吗？对，这是正常的。好，往前下。好，然后去找到爸。好，我们两分钟的音乐直接开始。没有两分钟，不要。好，然后不可以低于脖子，爸。好，往上卷起来，开始。好，就停住了。感觉更累耶，这早上很痛啊，脚超酸。好，往上对看，上回来，下脸来，下颚不要用力，屁股要挺。子君好抖。哎，下，哎，对，非常好，全程都要保持夹屁股。子君肚子要用力。哎，上，好，回来要对抗哦，然后屁股要夹进来。申达表情好狰狞哦，好便秘啊！所以以后这一家可以跟夫妻可以一起做这个动作，好，上回来，然后屁股要夹紧哦，对，屁股都不能岔出来，还能下。老师，我错了，现在来不及了。好，现在哪里有感觉？是全身发抖，对，抖到不行。志军怎么抖成这样啊？对。小心，慢起来哦，真的加油哦，加油，对，加油，发出男人的呐喊声，你可以叫出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对，对，小心，然后脚要紧，然后太累可以休息哦，好，上，然后。
肚子要吸，全程你的肚脐要往背用力吸进来。对，非常好，对，吸你的肚脐就好，不要吸对方的，有点奇怪。你吸对方肚脐干什么？好，往上回。哎，申娜，你碰到了耶！是不是？你刚不是说碰不到？是不是？好，慢慢往下，最后一下哦。加油！哇！好，我们最后停在这里不动哦。好，夹屁股，收肚子，加油！好，休息一下，小心哦，你可以的。哪里啦？好，休息。你还好吗？太厉害了，他柔软度也越来越好了。对呀。我们如果再久一点，你就可以自己做一些事情。就可以看到他平常看不到的东西，对啊，脚合得起来吗？合不起来了。你怎么了？过程中感觉有点那种吉娃娃大便了。吉娃娃大便怎样啊？就是这样。哎，所以嘉禾，你有动到该动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跟大家讲说，女生除了前面要有事业线呢，对，屁股也要有事业线，对，所以就会夹紧。如果你有办法夹屁股，你就会发现两边有屁股酒窝。哎，真的耶，老婆特写一下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应该是他的比较清楚吧？对啊，谢谢，酒窝都出来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